这乱跳。怎么了？哎，在那边。啊？Sweet. About seeing more. 笑死！那你可以看影片，然后他跟着你走。笑死！这么酷！没有啊，你可以看电视的时候，然后蓝牙连到这个也可以啊。这我没有规律的这，因为他在讲话。然后应该音乐才会比较规律，这个就不太规律。笑死！你想要听音乐是不是？随便找个音乐。这样有比较有规律哦。还可以，还可以多大声？对啊，我也听不太到。对，刚刚重点是它不是喇叭，它只是让你稍微震的时候可以听到东西。对啊。哎，我要去找那个频率的，等一下。你帮我拿遥控器。Frequency。哪一支？你先随便拿一支。没反应。应该是这个。应该不是这个。对啊。好。这个、啊、你再按回来，我看会发生什么事。你发现怎么了？啊？有变吗？就很轻柔的震啊。啊？很轻柔，很轻。刚开始是做比较大力，现在有比较大吗？没有。小朋友建议不要玩太久。现在有，现在开始。他会受伤啦，你们还在打。他是跟着音量一起调整哦，是我音量调高，你就会真的比较用力啊。对啊，我音量调低，你就会变弱，是吧？变弱了。哦，什么？所以他是跟着音量的。对对对。好，那你用字，那你用手动吧。还有这招，很配合。微蹲的话，它的那个律动感就会在下半身，可以训练你的耐力。啊，如果说你有时候真的很懒的站着，你也可以坐在椅子上，把脚放上去。对，震动脚胶。嗯。对。那它有专利避震，其实不用担心伤害到膝盖的软骨。是没防。动起来！啊，结果你觉得哪一台比较好？这台感觉比较差吗？我觉得这台比较柔和。
较柔和。嗯。喜欢柔和还是比较强烈的？没有啊，你强烈的你可以调弱，就变柔和啊。啊，柔和就是柔和啊。可是它的速度频率不一样。那就是看。那在 YouTube 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律动。嗯，有有有。记忆人群。独立堂。哇，我已经弄到最强了。结果没什么感觉，我真的好像好难过。它那个上下的震动的距离比较短嘛。对啊，我是觉得是这样。它频率就是震的频率而已，差别。它那个上下震动的距离有差别。对啊，对啊。会有时间性的吗？没有啊，你站在上面，你想多久就多久，它没有计时器。哦，所以就震太久不好吗？不会啊，震太久才好啊，你整天都在上面最好啊。所以这开下去之后就会一直震。对啊，这开下去就会一直震，它不会有时间性。有，它15分钟就在这里。哦。因为也有一直开关，所以它的时间就会重算。哦。它正常会15分钟就会停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再看看喽。叮叮叮叮。如果你要进阶，其实上面 YouTube 也有影片是可以看。哦，OK。还有做影片。现在有什么优惠吗？现在的话，母亲节活动是23,800。嗯，然后因为今天的话刚好是我们母亲节活动最后一天，就 Ocean 的，所以它大概折扣下来那个的话是18,888。嗯，但只到今天。嗯，OK， 好。嗯，是。嗯哼，行，那就再看看喽。一的没有其他的活动。有啊，就是搭配在3,300的。18,888是我们欧盛自己的活动，对，那再扣掉统一的，那就是看你有需要内底付最少钱的话，阿姨是要付多少，阿姨是要付多少，对啊，它的振幅这个刚刚那个比较高啊，对啊，我一站上去就是感觉比较大，还蛮明显的，比较没有那么差。这差别在这里。